Hello， 这里是精彩悉尼，我是阿金。今天是我跟胡宝宝的二人世界，我们俩终于有机会一起二人世界了。今天我们要坐火车从 Central Coast 中央海岸去悉尼的歌剧院，看中国的金帆乐团的演出，然后可以在歌剧院附近再溜达一下。啊，我们现在出发喽！胡宝宝，跟大家 say hello。Hello， 今天我准备吃的。啊，你准备的吃的哈，行，那今天你跟爸爸一起，一定要听话，你要不听话我削你哦。OK， 我们出发了。我们家离火车站大概是要走8分钟，我们现在走，然后看不到海了。后面是 Central Coast 的 Gosford 体育场。今天跟我二人世界开心吗？开心哈。OK。但是妈妈已经说了啊，不能给你乱摆东西啊。OK。不能给我提出这个无理的要求。OK。OK。胡宝宝很开心呀，今天跟我一起去二人世界。我们终于走到火车站了，然后我要看一下我的公交卡里有没有钱，因为很久没坐过公交和火车了，看一下有没有钱再坐。我们的车是10:27的，宝宝过来，宝宝，也看一下我们这儿是怎么充值的，虽然没有国内方便，也还 OK。OK， 该我们了，看一下啊。现在到站台了，我们的火车站 Gosford 的火车站就是这个样子。一会儿火车从我后边的方向来，是纽卡索线过来的。我们今天要坐到Circular Quay， 就是环形码头，差不多要1.5小时。好，我们车10:27，还有几分钟就要开始了。现在10:21，还有6分钟。好，走。胡宝宝，你吃什么呢？巧克力 Sphere 啊。今天我们俩一起开始了二人世界旅程，马上开始。是 Sphere 啊 ，Sphere， 那个火车马上就来了。Oh yeah！ 哇，我们的火车已经进站了。这还是新型列车的，有两种，一种是旧的，然后这是新型的。新型列车好像是走得慢，每一站都停。旧的列车是那种大站快，但是这也没所谓了，我们坐都一样。哎，还在那儿，走。我们坐的还是第一节车厢。上。找那边上两个座，哎呀，什么都满了。有没有？哎，有，好，好，好，那个两个座的。这个，哎，好。OK， 我们已经上车了，坐的是两个座的观光座位。OK， 这一趟车来早了，应该是10:27，它10:24就到站了，然后现在出发了。我和胡宝宝的二人世界之旅就要开始了。非常美丽的一片海 ，Brisbane Water。
unattended baggage, please do not touch it, but notify staff immediately. Thank you.悉尼大桥的南端的下边，都是在这个 Circular Quay 下车。
对，刚才那个火车上还遇到查票的，然后查票的态度很好，就是验证一下你进站刷没刷票。因为在悉尼这里啊，大家都很自觉，但是就是进站出站其实很方便，但是呢，如果你想钻空子也很容易，所以呢，为了就所有人的公平，这些钻空子的人一定要受到惩罚，所以他们有正规的查票的队伍，然后就会去查票。你进站的时候一定要刷一次卡，然后出站的时候再刷一次卡。如果你进站的时候没刷卡，就相当于你出站就不用刷了。这个反正很容易就钻空子，所以他们这么做也是抑制那些不讲文明的人吧。其实经常会有人这个不刷卡，所以呢，我们也觉得这种现象很不好。就是如果有人就是查票的，我们就很支持这种行为。大概就是这样，然后遇上查票的几率不大，但是我今天就赶上了一次。对，咱们的火车。哇，看看我们这个市中心的火车人已经很多了。哦，我们就两站地 ，OK 了，站前面了。进入市中心了。这边就是大桥，然后这边是 ferry 可以去动物园的，可以去各个地儿。这边是歌剧院。好了，然后现在要出去了，现在刷卡出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OK， 6.2啊，6.24坐过来。今天不是高峰期，高峰期的话要8.6。好了，我们已经到了环形码头了，现在去歌剧院。宝宝，你开心吗？不饿吗？你想吃什么呀？啊，你吃那个 ，OK， 走。我宝宝，我得。那爸爸拉手要不？哎，呀，这个有一个，这边有这个萨克斯，这里还有一个这个什么，这个行为艺术。前面应该还有那个辅助表演的，然后这儿是 Security 的码头。码头的话，坐船可以去很多地方，像头的还是什么吧，然后那个可以去像什么沃森贝啦，什么那个塔隆纳素动物园啦，还有西边的很多地方都可以去。这个里边以前是一个楼，然后拆了要盖新楼，这就相当于在王府井盖楼啊。这个成本之高，难度之大，可以想象吧。哇，这有一个行为艺术的，这跟那个刚才那个差不多呀、啊、这就是悬空的而已。这哥们坐着也挺难受。刚才就是从后面那个火车站下来的环形码头，然后这边后边是 ferry 坐船的地方，然后这边是大桥，然后我这个后边在这边是歌剧院。那个是什么？对面那个白房子和那个有烟囱的地方就是岩石区，悉尼著名的景点岩石区。那个下面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小市场，每个周末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在那里卖东西，很有特色。但是今天我们可能不过去了。这个是悉尼的高速出租快艇，就是一个人多少钱，可能是30多块钱，35块钱吧，然后出海一次大概可能半个小时，然后高速快艇各种的转弯，各种的飞，挺有意思的。如果你来悉尼，可以在 Security 这里边坐这个高速快艇。
这是歌剧院下边的这个步行街，然后有很多挺有特色的餐馆，前面还有一家很大的中餐馆，叫什么来的忘了，富豪酒家还是叫什么，哎呀，这个也是在拍呢。啊，这个是这个出租快艇，哇，那个黄的快艇出去了，快快快去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黄的快艇走了，啊，黄的快艇，这个高速快艇黄色的这个走了，刚那个红色的回来了，他们两个倒班来。这是大哥画画呢，画一这样的画。在这边画的，画成这样的，挺有意思的。这也是一种靠本事吃饭吧，挺好的，比那些什么的强。后边是岩石区，再后边是悉尼大桥，然后这里就是歌剧院，我们一会儿去里边看演出。前面就是著名的悉尼歌剧院了，然后我们一起去里边，一会儿去里边看演出。Agreeing to respect the traditional laws and culture. 就这么两步道，这累什么呀？大家进去就坐着了啊。能走能走能走，马上到马上到啊！那你要怎么着啊？啊？什么？那你不行，我也没办法呀，我也不能抱着你啊，我抱不动了，现在也。你现在已经大小伙子，你都 five years old 了。我抱不动你了，我又开心了，我又哭晕了。你马上，你还有几天？你下个月你就是 five years old 了。你是near 的 five years old 的。这样了，后边就是歌剧院，然后我的这个正后方应该是检票的地方，是从下边进去的。然后这个台阶上去的话是这个歌剧院的正门，我也不知道我们从哪门进，待会去看一下。1:30才开始的。然后我们的这边后方。就是那个悉尼湾内湾，然后其实后方是皇家植物园，只能让他骑果博了，因为我要去这个歌剧院的这个前面那转一圈，上在海那拍一下，没办法，带着这个小累赘，我快下。OK， 哇，前面好多船，看看悉尼这个环形码头这儿的景色还挺不错的，因为有悉尼大桥，有歌剧院，然后这一点这个。环形码头后面就是这个 Martin Place， 著名的悉尼的 CBD 商业区，商业区，所以它这边风景特别好。哇，这个阳光好晒啊！我以为那个。来来，看看我们的风景，看你别掉下去啊！看看我们的风景，你别挡着我眼睛。